现届立法会议员上任大约15个月，到底他们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留下了什么印象呢？香港研究协会最近发表有关立法会议员的民调报告，发现现届立法会议员5项的表现评分虽然全数回升，但是大部分仍然过不到 2.5 分的合格线，甚至连最高分的议员田北辰都只得 2.67 分，仍未达到香港研究协会设定的一般水平分数3分。按照民调结果，我们尝试下调指标，以2分做一个分界线，发现20位直选议员入面有8个未够2分，比例高达40%。睇返香港研究协会在上届立法会议员上任之后同样大概15个月的时间，即是2017年12月所做的民调，30个直选议员入面只有4个人不够2分，占13%左右。现届立法会议员民望低残，原因好多。在完善选举制度之下，反对派基本上退场。本届立法会有接近2/3是新面孔，市民自然比较陌生，人气较低亦都无可厚非。南委立法会秘书处改变了会议纪要的记录方式，用一名议员取代立法会议员的名字，令到一众新议员再减少被市民认识的机会。在这方面，立法会议员真的要好好同当局上诉了。过去反对派喜欢在立法会入面上演骂战，拉布做大龙凤，大动作自然抢眼球啦，令以为大声等于做了事的黄人觉得他们很能干。虽然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提到现届的议员议政用心而且有效率，但是我们认为并不足够。现届议员除了要做好份内事，亦都要思考怎样在政治混乱不在的环境之下做好面向市民的宣传工作。在立法会战火连天的时候，不少热心的建制派议员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表影片，分享对时政的见解，好有活力。纵观现届立法会议员的平台似乎减少了类似的做法，他们会不会更加积极出动，拍返更多的影片，甚至联合更多志同道合的议员面向市民说话，加强互动呢？疫情时期，建制派议员减少了摆街站宣传和洗楼了解民情，是可以理解。但现在疫情过去了，建制派议员会不会增加参与民生事项，多些亲身接触市民，重新拉近和市民的距离呢？正如香港研究协会在报告的结尾所说，现届立法会议员尚有较大的进步空间，立法会任期只有4年，目前已经过了接近1/3，但是市民依然对现届的议员缺乏认识和认同，连接触选民最频繁的直选议员同样都是这样，难免令人失望。好好反思和市民沟通的方法有什么缺失，绝对是现届立法会议员的当务之急。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支持和订阅 HKG 报频道，按这个小钟仔，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